测定律是2022年7月。这有一个存款提取业务不超过5元，5万元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业务办理，名下所有存款不超过5万元，无法提前终止，无法交易过户。已故的存款人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拿死亡证明，证明已故人死亡事实，能够证明自己亲属关系的就是居民户口本、结婚证、出生证明，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，提取人亲笔签字的承诺书。哦，申请人自己签字，不是已故的人的签字。已故人的公证、遗嘱、指定的继承人或受赠人。啊。